成就，唱响共产党好、社会主义好、改革开放好的时代主旋律，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。展览大厅里，一幅幅图片、一件件实物，是中国共产党80年来奋斗历程的光辉写照，是进行爱党、爱祖国、爱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。整个展览分别以前仆后继、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、开国奠基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、改革开放、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主题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、邓小平同志、江泽民发展高精尖的武器系统，建立一支无可匹敌的国防力量。俄罗斯今天举行活动，隆重纪念卫国战争开始60周年。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全国发表讲话，赞扬卫国官兵们为维护国家主权。